贴吧电视剧吧中，吧友们对梁幂和黄奕轩合作的剧《亲爱的翻译官》进行了讨论，一起看看吧友们的评论吧。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亲爱的翻译官》改编自妙娟的小说《翻译官》，是国内首部聚焦翻译官群体的电视剧。该剧讲述了法语系硕士乔飞、杨幂是在翻译天才程嘉阳、黄轩氏的指导下成长为高级翻译，两人也从关系冤家变成亲密爱人的故事。剧中女主角是法语系硕士，苏黎是大学的高材生，而剧中的许多情节也都设定在苏黎世发生。男女主角在这里意外相遇，从彼此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逐渐互相了解吸引，成为困境中互相扶持的亲密爱人。苏黎世大学是这个故事的起点。然而今天并不是想和大家聊这部剧的重点，是可以和这部剧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苏黎世大学的优点有没有。没错，看来剧中人物对苏黎世大学的认识非常深刻啊。其实在上面这段介绍中，这位法国朋友对苏黎世大学的介绍基本和现实一致。在联邦范围内，苏黎世大学在生物科学、金融及社会科学等领域起到科研领军的作用，而且苏黎世大学的临床医学、免疫学、遗传学、神经科学等科系享有世界知名度。苏黎世大学是怎样一所高校？